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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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方丈。往生论著第一百零五讲。论著请翻开到二百零二页。圣教集三百三十五页。 凡是生彼净土，即彼菩萨、人天所起诸行，皆缘阿弥陀如来本愿力故。这是整部往生论著的总结论。何以言之？若非佛力，四十八愿便是徒设。今地取三愿，用正义义。这里呢，叫做三愿敌正。嗯，敌取三愿的敌，就是明确、明确无误的、确实的，正是证明。 证明如上所说的没有错、哎。如果配对下面的三愿来讲，凡是生彼净土呢，就含了第十一愿和第十二愿啊，第十八愿和第十一愿。第十八愿啊是往生之因啊，往相之因。第十一愿呢是往相之果，在果当中呢，这因就含了五念门，果呢也含。 呃，第十一愿就含前四果门，进门、会门，啊、呃，入入大会众门，宅门、屋门。后面即比菩萨人天所起诸行，这是讲呢第二十二愿啊。那么皆愿阿弥陀如来本愿力故，就抵就指出了三个本愿，以第十八愿的力量呢往生净土，以第十一愿的力量呢啊证得入正定具。 正定句就是进门入大会众门，必知灭度呢，就是屋门啊、宅门和屋门。原第二十二院之力呢，就是还向回向，祈普贤行，度化十方众生。所以跟着这三院的本愿力，可以讲这三院呢，把含了呃。 所有一切大愿，不论是往生还是成佛，第十八愿就是往生愿，第十一愿成佛愿，第二十二愿呢是还相度生之愿。所以无论往生成佛度生，那么佛教不就是这些吗？啊，上成佛道，下度众生。以净土法门来讲呢，呃，往生净土，上成佛道，下度众生。所以不论往生成佛度众生，若往若还。 是去到净土，还是回到娑婆啊？还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？这个往不光是从我们娑婆到净土，因为十方世界到阿弥陀佛净土都是往。那么从阿弥陀佛的净土呢，在分化十方世界，这叫还。当然，我们在娑婆世界呢，就是以我们这里啊来说，若因若果，从因中哎凡夫地到净土去。 啊，那果上成就无上妙果，若凡若圣，不论是凡夫众生啊，还是呢高级菩萨，此界他方，不论我们娑婆界啊，还是其他佛国，这一切呢，无念门、无果门，就是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说，呃，建立的净土的架构，就无念门为因，无果门是果，这都包含在这三愿当中。 所以这个三院呢，它这个组织架构啊，是非常的，它的组织逻辑性特别的完整啊，可以讲天衣无缝，结构啊整然。所以这样的谈论大师啊，这眼确实哈、啊、亮啊啊，把四十八院里面抽出三院给他全部给他罗列的，呃，组织的天衣无缝。 让我们读起来你不服都不行啊！所以你从天、从天、从呃，倓老大师来看，整个一大法界，所有十方众生从因至果成佛度众生，这所有一切，彻彻底底、完完全全都是阿弥陀愿力，丝毫没有一点自己的力量，纯然是佛力。不仅是这个世界，他方世界都一样。所以整个你看，天津的倓老大师把这三个院列在一块就好像我们。 我们现在讲坐飞机到天，在天上看地下一样。那么塔拉大师把三愿列起来以后，我们站在阿弥陀佛的，坐在阿弥陀三愿的飞机上，那是俯瞰整个法界，那通通都是佛力，都看得是非常清楚。十方世界的众生怎么到净土去？从净土里怎么出来？啊，怎么去往生？怎么成佛？怎么度众生？这所有这一切，完全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哪里还有一点自己的力量啊？你根本就谈不上。 所以讲，唯见佛光明耀显赫，你看的完全都是佛的力量，看不到自己的修行力量。所以，之所以，所以这个净土门的信众年有那就是高啊，因为坐上阿弥陀佛大愿力的飞机，当然看得高啊。那么，一般的圣道门自己修行的，呃，这个当然修成大菩萨了，你也到云端了啊，虽然没到最高的飞机的地方。 但如果还是自己在凡夫地啊、嗯，那考虑都是那么点小鸡旮旯小事儿，哎，自己的一点小善呐、啊，像人天小善啊，都都觉得了不起，舍不得丢掉。那像蚂蚁爬在地上一样，它哪有那么高的眼光？它只能看前面一个小土哥了啊，然后看一个松枝，嗯，再再看一个小米粒儿，它只能看这么多。你讲这些法界这些事儿，根本没法看到。所以我们各位，恭喜！ 大家确实了不起，了不地啊这！这也是因为我们的祖师啊，那这这解释哈，你用这三个愿放这里，那把这个只要把这愿往那一放，他这不用说多少话。你看在这里他没有多说话，把院门往这一引，底下呢先引着院门，最后呢结示，结示也非常简单，几句话，因为真理也不用多话，往那一放就可以了。 你还讲很多话嘛？你比如说古代的人没有飞机是吧？然后出门呢都是走路。现在飞机场飞机往那一架，还讲许多话嘛？是不是？那高铁往那一放，这就行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，我们看这三条愿愿言画的简单啊，一个字都不多。是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,信乐。 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得生者，不取正觉。唯除五逆，诽谤正法。啊，这是引用的第十八愿文。不过这当中呢，他加了一个字儿：“若不得生者”，只是主要是为了让文句非常的呃通俗易懂。下面解释：缘佛愿力故，十念念佛，便得往生。 得往生故，即免三界轮转之事；无轮转故，所以得速亦正也。拿这条愿来证明，这是第一个证据。因为靠佛的愿力，他们说都缘阿弥陀如来本愿力嘛。现在就列出第十八愿，因为靠着第十八愿的愿力的缘故呢，十方众生十念念佛变得往生，能往生了，那就是不在三界轮转了。既然不在三界轮转，这样往这样成佛就快了。 如果还在三界轮转，那旷劫以来长磨长流转，那就没没头没尾了，呃，那就没呀。所以首先呢，就把你从三界里面给滴溜出去到净土，这是第一，叫三级跳，这第一跳，啪一下从三界到净土，这提拔的快呀，啊，在这个时间出提拔，咵嚓一下给提拔到净土去了。所以讲无轮转故，所以得速一正也。如果你还闹轮转，那就没完没了了。这里呢，原佛愿力故啊。 以后下面读读这样，元佛愿力故是一个总的帽子放前面，后边都是缘佛愿力故。缘佛愿力之故呢，才有十念念佛啊！不光是后面变得往生。我们为什么能够念佛呢？能够十念念佛呢？那是因为缘佛愿力故。那么有十念念佛，你自己不可能念上佛的，因为佛的愿力啊，让十方诸佛如来参见称赞他的名号。 以他的光明调摄我们众生的根性，所以光明遍照，这样呢，以佛的愿力，我们才能够念出那阿弥陀佛。不管念几句，念的念的等不等，所以这一个娑婆凡夫众生能念出阿弥陀佛名号，这是佛的愿力啊！不管他有没有愿往生的心，这都是佛的愿力已经在他身上啊显现出来了。 所以你说看不起念佛人，那就看不起佛的愿力，是不是啊？你这还了得了？你比如说春天来了，这个呃树一树一呃发芽了，那你看不起这个芽，就看不起整个春天呢、啊。这个芽它为什么能够冒芽？它不是春天来了吗？它这个地量你看见是个小芽子，它是整个春天这个大环境气候的力量一推动，哗就出了一个芽子。你以为是那么小那么小事儿啊？你以为那力量小吗？ 所以，我们念佛人能够念出阿弥陀佛，是整个法界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愿的愿力，推动十方诸佛合伙的这个力量，然后呢，哗一推，然后从你这儿呱，阿弥陀佛冒,冒出来，那么容易吗？ 所以念佛众生，你看不起这老太，就念一句佛，有啥了不起的？这你是无眼人，是吧？就念一句佛，听着没啥了不起的，无耳人，你这就是无眼人、无耳人呐、啊。要我们一看你啊，你就以佛的眼你看，哎呀，念佛了，这你就是有眼，眼睛亮，能看到念佛人，你睛亮，耳朵听到念佛，哎呀，念佛了，这是有眼人、有耳人，所以这不就是看你会看呐？ 若只能看到他在世间修了一点叫定善杂定善散善啊，这个杂毒之善，这这。那么这里呢，呃、哎，第十八院的详细内容，如果了解呢，要拜读上人的第十八院讲话，那就很广泛了哈。另外，上人最近要新出一本书《第十八院善导师这里呢，我想哈。 呃，把塔朗大师对于第十八愿的解释，对于十念的解释呢，嗯，我把它，我、嗯、们我们来共同的温习一下。这是一句“愿佛愿力故，十念念佛，便得往生。”总共呢，我列了十一句。呃，这十一句全不全？我也没有再去查，应该差不多就全了。这主要是在哪里呢？八方问答的地方。 啊、上卷末八番问答，还有这个地方。那么第一句就是我们刚才这里，圆佛愿力故，十念念佛，便得往生。我们先把它这十一句读下来，然后我们再来学习。第二句，如是至心，令生不觉，具足十念，便得往生安乐净土，即入大乘正定之句这也讲到十念，这所有注意呢，都有十念。第三句，十念念阿弥陀佛，便出三界。第四句。 此十念者，以善之事方便安慰，闻是相法生。第五句，此十念者，一指无上信心，以阿弥陀如来方便庄严、真实清净、无量功德名号生。第六句，此十念者，一指无后心、无间心生。第七句，十念者重，重者先迁，能出三有。 第八句，十念相续，但称名号。第九句，十念者，名业事成半耳，不必须之头数也。第十句，十念业成者，是亦通神者言之耳。第十一句，下下品人称十念往生。这练起来以后，大家觉得还还这么多吗？ 就唐朗大师看来，对这十念是咬住不放，啊、呃，这个解释啊非常的妙。你看他每句话都很短，但是呢解释非常妙。首先从大框架来讲，唐山大师是把第十第十八条圆佛愿力故”引出第十八愿，那显然这是第十八愿。然后十念念佛便得往生，这呢是也是配对着卷上之末，卷上就是忤逆众生，呃，这个末末。 卷上末尾是八方问答的地方吗？说这个怎么能往生呢？当然，那里面做了解释，这里也做了解释。这里的解释呢，我们有两个大框架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太上大师他是把第十八愿和下品下生结合在一起来说明的，是以第十八愿来说明下品下生的往生是靠佛的愿力，圆佛愿力啊。两个一对照，你就知道下品下生十念往生者是圆佛愿力。 同时呢，你也知道，本院第十八讲的十念，它是讲的乃是成名。因为下平下生说呢，十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啊。这个下平下生的文，如果了解下平下生，也要看上人的文那那本书《下品下生之圣意，无条件的救度啊。所以，如果不是佛力，那么这个下品下生的人造孽，忤逆十恶众生，他凭凭什么能往生呢？ 他是一点儿没有力量啊，只有造罪造业的力量。所以若非佛力，何能往生？然后如果不是第十下品下生，我们不了解第十八愿里边的十念道是指什么。若非称名，即非本愿。所以如果这两个第十八愿和下平下生放在一起，就非常清楚的明白本愿称名，本愿就是称名，称名就称本愿。 所以本愿成名，下列凡夫也能够快速往生净土，往生快速成佛，成佛马上回来度众生。这这，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原则，大的框架。那么这里呢，那上唐老大解释啊，很简单，没有多说话。圆佛愿力故，十念念佛，便得往生啊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这是个原则性的解释。那么对于第十八愿，唐老大师，我们刚刚引用了这十一句啊。 它主要都是解释第十八愿里面的十念念佛的。不过我们刚说过了，它是引用了第观经下品下生来解释第十八愿啊，这是互相以经对经，以经证经来解释的。那关于卷上末的八番问答，那个地方呢是对第十八愿的详细解释啊，这个地方呢就是简略的说一下。那我们呢？ 通过这些文，我把它列，把它，我们把它展开来说一下。首先，这十念，这十念什么呢？就是指念佛，所以讲十念念佛。然后又说十念念阿弥陀佛，不是念别的佛，是念阿弥陀佛。因为这十念，别人有人解释为，比如说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啊、呃，呃，念戒、念师、念天、念安波、念修习啊，呃，这就是一般的法门讲的十念。 啊，这就扯得远了。那么以唐上大师解释，十念没有那么许多，十念就是归在一个，就是念佛。那么这念佛是念什么佛呢？不是念别的佛，是十念念阿弥陀佛啊。所以这个很清楚。那么十念念阿弥陀佛是又是怎么念呢？十念称名，所以十念相续但称名号，就称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念佛不是念佛的相好啊，也不是念佛的这个光明，也不是念佛的智慧。 啊、呃，慈悲这些都含在称名当中，所以十念是念佛，十念是念阿弥陀佛，十念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称其名号，这样就非常清晰。那么称名号又怎么称呢？他说十念相续。呃，这也是根据观音下品下生来说，令声不绝嘛，所以他让大家解释为十念相续。这个称名就是相续称名。那么这个十相续称名又是怎么样呢？十念者，一直无后心，无间心。 就说他这个称名是无间断的，你只要在有生命、有活一天就念一天“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这无间无间不是说晚上不睡觉啊，是心相续。那么无后心什么意思呢？无后心他没有说我后来还要改别的法门，我这个念佛念好了，我再学别的不是无后就是不改变。就现在念佛，因为下平下生的念佛，他没有什么还做明天的打算，他现在马上一口气不来就要死掉了，就是当下念念不舍。 当下就念佛，这就叫做无后心。这无后心就是说你没有退路了，啊，就是没没有后路可逃了。当下就念佛，当下就，因为地下品下身的人嘛，他无常感特别强，无常观呢、啊，这就无后心啊，哎，这个无间心啊，就相续，所以这个是讲他的方法。另外，这样的相续称名，无后心、无间心这样的称名。 他会考虑这个是第几念了第几声佛了吗？所以十念非数，这十念也唐了大解释不是数字的问题，我们在卷上已详细说过了。十念并不是数字，十念什么密业是成败，十念者说不必须知头数也。他话讲的呢含糊，呃，就是、说比较平和。但你不不必不一定一定要知道是念了第几声。其实就下品下身的人来说，他怎么能知道自己念了第几声呢？ 那我们现在虽然能够数出来，如果我们是无后心无坚心，我们也没那个心思去数第几声了。就是当下就是啊，慌忙急火就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就这样啊。打了比喻，就说有一个人被盗贼追过来了，后面追兵追过来，然后遇到前面一条河，那条河时候他穿着衣服说：“哎呀，我到了河边，我是脱衣服过，还是什么？”别人追过来了，他没那么许多念头了，就,就啪跳进去过了。 那么这个十念念佛的无后心也是一样的，无间心也是一样的。相续心就是说当下他不会盘算明天怎么样啊，还念佛还念的地方，假如心清净不清净，这有后心，对吧？你爱、哎、什么什么要有妄念无妄念有杂念，那想这些啰嗦之？哪有这些啰嗦的想法？张嘴了阿弥阿弥陀佛，那阿弥阿弥陀佛就完了呗。就那个那个农村老太太，还有那个愚夫愚妇之人，他就不会想这些东西。这、就是聪明人才才干这些雕虫小技的活聪明人就干这些。 无事找事的事儿，啊、哎，你都盘算那些东西干什么？现在马上就要死了，你还在那还问这些东西吗？不问都不问了，是不是？你要饿的要死的人，给他吃他还挑啊咸啊淡的，哪有这回事儿？这都饿的要死了，给完之后给什么吃什么，叫饥不择食，还在那挑咸挑淡，你不是撑着吗？<laughs> 所以你说这些人，这你这就是娇慢必懈怠。 懈怠，啊、呃，就是有后心有艰心，所以如果你看文具啊，你就不知道这个无后心无前心讲讲什么。你要想下下是那是下平下生的人，你马上就知道了哦，这就是无后心，拿还盘算明天怎么样，当下拿么阿弥陀佛出来了，所以了起变形。所以十念不是这个数字，当然不是反对数字哈，可以计数，但是要知道呢，十念它本身不是讲数，那不是讲数为什么讲十念呢？十念讲业成。 十念者名业是成半耳，就说十念念，意思就是念佛就往生决定业嘛，往生之业、成佛之业、度众生之业都成就了，它还是都含在这六六字名号里边。所以业成是成在哪？成在南无阿弥陀佛当中。你说南无阿弥陀佛它是素据吗？这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它不是素字之法呀。你念一万声，你念十亿声，你念多少多少亿，你、嗯、都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嘛。所以它十念本身。 它就不是啊、呃，这个素字之法，它是明的，十念业城那么十念业城它干嘛要讲个十念呢？它不是数字，为什么讲个十念呢？十念通神啊，这就不是你所知道的了，是通神者言之耳啊。所以我们念佛，这通神，这神不是别人，这是阿弥陀佛，就是我们一念南无阿弥陀是十念，就跟阿弥陀佛通上了。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又不是数字。 你只要念佛，十念就代表念佛，它不是素质就是指念佛。那念佛就通神，就通佛啊，这就佛就知道你了。所以众生口称佛即闻之啊，礼拜佛即见之，心中念佛佛即知之，这不就是通神吗？那通神者言之耳。就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他说十念必定往生，那你就你就说十念必定往生。那十念到底怎么叫十念呢？ 惠故不知春秋，以同其至诸阳之结乎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知道，我是慧姑，哎，算了，我就不知道就不知道了。所以这妙啊！你看十念通神呢，不一样。那么十念都业成了往生，之业成了通到阿弥陀佛的地方去了。所以十念出三界，他说十念念佛便出三界，这是结果。然后十念往生啊，这说的很清楚。然而佛愿力故啊，十念是佛力。 出落三界往生靠什么呢？靠佛的愿力啊，靠佛力。那么十念也是本愿，为什么呢？缘佛愿力故。所以这十念念佛，这是靠阿弥陀的本愿。十念乘佛愿力，说下品下生人乘十念往生，乘十念往生，他不是说自己乘的是这个生音上面吗？乘十念往，这十念是佛的愿力，所以乘十念往生呢，就是乘佛愿力。你只要念佛就乘佛愿力。所以这话，它的文字简短，让你没有。 别的理解的走岔路的可能性，就趁十念往生。那么你如果念三句呢，也是趁十念往生。不要说我趁三念往生，不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三句五句，因为这十念者是通神者言之，他就只念佛。你三句五句也讲是，也是十念啊。你你念一万句也是乃至十念。你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啊，所以他这个不是数字，他就是指念佛业成。 那为什么讲十念？这我也讲不明白，因为通神者言之啊，对吧？我还是会估，我搞不清楚。所以这个就讲的妙妙得很。所以上进一行之十念，三念五念佛来迎，不为啊，只、呃、为弥陀弘誓中，至是凡夫念及生。上进一行也是十念，下至十念也是十念，三念五念也是十念。所以只为弥陀弘誓中，你就趁十念往生了，至是凡夫念及生。 那我们念一辈子佛，念三十年、五十年，也是趁时念往生，懂不懂？显示他这个容易啊，简单对吧？讲时趁时念往生一听啊，爽。比如我们到了坐飞机，你说啊，我坐飞机趁飞机来的，那么乘飞机来飞一万公里也是乘飞机，是不是？你飞五百公里不是乘飞机吗？哪怕飞五十公里才起飞撞下来，他不乘飞机吗？所以乘飞机它不是讲道理，不是讲这个多少公里飞机，它是。 你多少公里不都是飞机吗？我们乘十年往生就是乘这个六字名号，它并不是说多少练了多长时间，所以不问时节久近，这叫不问时节久近。那我们坐飞机来的还一定要讲坐多少公里来的吗？你不就想坐飞机来就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它他不讲多少里数，所以你我们从这个道理要明白，他讲他一个体，这个六字名号，这个体就是十年往生，所以我们讲乘飞机不是讲一定要乘多少里的。 你多少里都是讲乘飞机，你这十万公里，你一千公里，五百公里，你都是讲这一个。所以，我们不管念多少，就讲念佛往生，是不是啊？道理很简单。这是十念正佛愿力，十念十相，为什么闻十相法声？这里讲什么？这是讲十念殊胜，十念念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十相法。哎，我们凡夫众生，我们没开悟啊，没开悟也是相法。 你没有开悟没关系啊，阿弥陀佛开悟了没有？他开了悟了嘛？他讲这是相，是相法就是相法，又不是你的名号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开悟，要念你的名号呢。那你没有开悟为啥关系呢？因为你没有开悟，所以你要坐啥？你你你自己不会坐，所以要坐飞机。你不会走路要坐飞机，你没有开悟，所以要把这个六字名号给你念，这十这十十念十相。所以说，如果有人念佛，说还另外搞十相念佛，你即使那个十相念佛，你。 悟得无生法忍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十相念佛比不上这个十相念佛。为什么？你还是因地法门，你还是你自利，从因取果。这个地方什么果地法门是阿弥陀无量光殊的名号，从果向因，那能够一样了吗？从因治果跟从果向因能一样吗？那完全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你从因治果，哎开了花，结果，现在还是青色的苹果呢，是结出来了。 可能风一来还退转，嘣，大风一吹掉地上了，对不对？结这个果还是涩的呢。你说那个涩苹果跟那个大红长得好的那个苹果拿那能一样吗？人家从果香，人家做好了，人家全部都好了，长了，你现在还没长成嘛，对不对？是不错，哎呀，很辛苦、啊，从地上冒出花，么花里面我结出果，果里面长这么大、啊，哎，虽然涩一点，但是毕竟长出个果来了，对吧？但是你虽然是不是，你毕竟还是一个青苹果、涩苹果嘛，对不对？ 你说这个菩萨，无生法人的菩萨都是青苹果色苹果。你什么三贤十圣都是青苹果，你要成了无上正等正觉了啊，大圆满苹果，那那那那才出来。所以现在你说在街上去卖东西，你给青苹果色苹果跟大圆那能比吗？所以我们这是实义，实念实相。为什么？文是相，法生，这就知道我们念佛，这就是实相，实相生唯物生。 说实相生，我们怎么还没有证实相？怎么能够呃有这么高的修行呢？能够如实修行相应，如实修行相应者什么呢？不行而行，是名如实修行，那就是实相行啊。那我们凡夫怎么做到？当然你做不到啊。那阿弥陀佛做得到，啊，阿弥陀佛能让你做得到，所以实相生他唯物生，让我们这样的凡夫众生不断烦恼得涅盘分。 那你不断烦恼的凡夫能得涅盘之分？如果没有实相法，你能得涅盘分吗？那不可能的事儿、啊。所以不断烦恼，那你是罪业凡夫，你毫无开悟。现在呢，给个实相法，实念念佛，实信，是实相念，这就是实相。那你就可以得涅盘。嗯、呃，现在得涅盘的部分，往生净土就得全部。十念无上，为什么？十念者，一止无上信心。十念是无上的。 哎，当知此人唯得大利，则是具足无上功德。你看三一谈了大师的解释，就这么简单。十念无上，十念具性，什么叫十念具性呢？十念者，一指无上信心。这十念当中就具足了信心了。而这个信心不是一般的信心，是无上信心。为什么无上信心？无上功德，无上利益，没有别的更超上的了。唯见佛光明耀显赫，啊，身闻菩萨一切光明皆系硬币就啊，无量寿经不讲完了吗？ 你再怎样的修行，再怎样的法门，皆是硬币，啊，犹如巨末，遇到了佛的光明了，都盖掉了，像黑炭一样，看不见。所以我们要如果看唐老大师的解释，看上老大师解释，那个心花怒放，是不是啊？轻飘飘的一句话，趁十念往生，啪一下就给你坐上六字名号航航班，就给你升上去了，往生净土就这么容易。 成佛就这么快，度众生就这么爽，园林游戏就这么狮子搏鹿，对吧？所为不难，哈，这句话说出来，你看，就给你就给你授记、呃、印证了。当然这是未来，哈，<laughs> <laughs> 犹如狮子搏鹿，所为不难。十念俱信，就是说我们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信心自然在当中。你看唐虚大师解释这十念里面，他很少把信心讲到当中，那么几乎就这一句话讲？ 十念者，一直无上信心。别的话他都没讲。十念念佛，十念出三界。他为什么？这谭朗上大师就继承了他的风格。所以在解释的时候就说：“称我名号。”这就是以旧行立性他不单独以信心讲太多啊，就是讲了那个他讲信心怎么讲？谭朗大师的绝妙，他不是从正面说，他从反面说啊，说什么这个三不三信。 就是说，信心不一，信心不纯，信心不相续，因为你正面不太好讲，什么样叫那、这个？他反面一讲啊，与此相违，那就是，呃，纯意相续。所以你在正面这样说那样信心没没什么用。然后呢，他也就是直接以把这果报拿出来，这样说呢就非常的方便。所以上海大,大师他就是就行立性，以行摄性，啊，以称我名号来解释知心信,信乐。你不会啊？ 你不会就是打闲岔，不在主观这方面给讲太多。如果你不这样来理解，那么你对性情的理解表达就会歧义多图，另外呢，你理解不正确，你会走上呢不归路。那么以上给大家解释，十念所谓的真心就是就是称我名号，你根本就不会差也不掉，就是把竹子，就是把那个小蛇，我们蛇这个心愿、啊、扭扭曲给你放到竹筒里边，让你弯弯不了，对不对？ 蛇性虽曲，入竹筒则直。这个竹筒是什么？就称我名号。啊、呃，如果不不是讲称我名号，那你理解就天马行空了。你这样讲那样讲，悬了。有的人就喜欢悬呐、啊，悬了他弯着绕啊，那蛇他悬了高兴啊，对不对？他喜欢讲悬的啊，绕打绕一打绕一圈。十念是如来的方便庄严。 这后面呢，对吧，就是如阿一阿弥陀如来方便庄严真实清净无量功德名号上，这里边就有两个，从佛到我们自己。十念是阿弥陀如来方便庄严，那我们念呢？我们众生来念十方诸佛都看得到，哎呦，这是阿弥陀如来方便庄严。他不会看你是小凡夫，他说阿弥陀如来方便庄严，马上看我们都是如来的方便庄严。呃，我们念了，我们上得这个利益。十念什么？十念是真实，是吧？阿弥陀如来方便庄严真实。 所以实念是真实功德相，这就是真实之业，就真实。真实这两个字，大家不要不要以为看清看淡了，真实就成佛啊！这个娑婆世界都是假的，是、啊、这个三界啊，是虚伪相，是颠倒相，轮回相。所以欲知众生于不虚伪处、不颠倒处、毕竟安乐大清净处，那就是极乐世界。那怎么弄去？就是实念，实念真实，唯此一,一真实，没有第二真实。 这是如来的真实，成为我们的真实。所以以阿弥陀如来方便庄严、真实清净、无量功德名号所生出我们凡夫念的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那还了得了吗？所以如果你看不起这些，那就看不起阿弥陀如来方便庄严、真实清净、无量功德名号。他不是看不起，他是没看见。他看见了，他也看得起。所以没办法，这无眼人啊，他也没听着。 没听到弥陀的呼唤，没听到弥陀，凡圣悟甚远，微妙闻十方。但还要不断的加工啊，加工这个一定要听到，不断的震动它，震动。十念清净，为什么？你只要念阿弥陀佛了，这就是清净了。不是说在这个六字名号之外，另外找清净心，你找来也白搭，还是反复那个虚假心，为什么清净？这如来清净，成为我们的心境。 以阿弥陀如来方便庄严，真是清净无量功德名号上，那阿弥陀如来的名号能不清净吗？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而且这个名号呢，叫清净摩尼宝珠。这只浊水，水呢不得不清。所以佛号至于乱性，乱性不得不佛。呃，前面不是说那个比喻啊，摩尼宝珠的比喻嘛，净水珠啊，放在浊水当中，这个水自然清净。这那么这个水不可能把摩尼宝珠说放进去以后啊，摩尼宝珠看不着了。 给盖住了，这个净水珠呢？那是一说掉到这个浑浊的水里面去，我要找不着了。那怎么可能的事？净水珠进去后，这个浑水马上就清净了。那么这个浑水代表我们的浊浊染的心，六字名号呢就代表摩力宝珠，进来之后把我们浊染的心变得清净。 不是说你把六字名号拿来之外说，说哎呀，我念佛不清净，现在我修一个别的法门，我要清净了再来念佛，那等于把六字名号说这个净水珠没用，我拿出来放外边，然后把我这个水晃晃的，这个水搞干净了，我再把你，我再把你这个净水珠拿进来，因为你也没那两下子，我让你好清净一点，把我心搞干净之后，我让你进来好舒服一点住，他不是这个意思吗？你这啥意思呢？这完全的啊，诽谤阿弥陀佛，哈哈这完全搞颠倒了。 啊，有的人就这样的，说、哎、念佛念的不清净，就、哎、不念了。修地藏经，我念地藏经，念清净之后，再把阿弥陀佛请来吧。他不就他讲的不就是这意思吗？我把他心里面话做了一个翻译，就成这意思，对不对？这这啥意思？地藏菩萨我可不敢，知道哎呀，这就没办法。所以十念清净，你这一背，你看,看唐人大尔解释多妙啊！因为如来清净，我们念，我们清净啊。 十念无量功德，每一念都是一个无量功德。你念念念佛都是念念无量功德，因为我们是一阿弥陀如来方便庄严真实清净无量功德名号所生，所以念这句名号本身就是无量功德，并不是那个名号功德有限量、无限量的。十方法界的总开关就在这个六字名号里边，你这一念，哗，都来了。 十方法界，诸佛菩萨通通千重万重，团团围绕。阿弥陀佛他也要来关照你啊，就要摄取你啊。观音菩萨他也要来，观音世之台来做你圣友啊，他要如影随形呢、啊。这了得吗？啊，就十念者众，所以一般人就看不起，说啊，我造了多少多少罪业，我,我旷戒流转，我这这能行吗？光念十句名号，这轻飘飘能行吗？只不分轻重。 譬如暗时，千岁暗时光若战至，即变明朗。暗气得言，再岁千时，再使千岁而不去也。千岁暗时，就是他的业障非常重，呃，黑暗无明身后，旷界以来，常波常流转。光若战至，就一线光明，十念啪下过来，就念一声，就念一声南无阿弥陀，就念几句南无阿弥陀，暂时刹那照进来，即便明朗。这个马上房间里面就亮了。 那么这个一千岁的黑暗能够在这边赖着吗？说，我待了一千年了，我在这儿是坐地户老大，你来了我就要走吗？他能赖得住吗？赖不住的，因为光明能破黑暗，真实能破虚妄，这个真实的一真能破万假，你再怎样的业障深重，你这个都是缘虚妄果报众生所生，全是虚妄的，虚妄心、虚妄缘、虚妄果报、虚妄众生、虚妄业，你你这。 所造的业，但是你没有遇到真实光明，没遇到这个光真实，那你当然只有在里面梦中套梦，暗中走暗啊，从黑暗走入黑暗，从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那光明一进来以后，当下破除。所以十念折众，我们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，三界咔破了，利剑即是弥陀号，一声称念三界破，对吧？你说如果你不念佛，你靠你自己修行，你想破这个三界？ 你有你有你有你怎么能破得了啊？这三界啊，那真是三界火宅、哎，这个厚着呢。你怎么能出得了啊？你想要出这三界啊，那你就最起码成为阿罗汉啊、呃。前面三国还没出去呢，还在里边儿。到四国阿罗汉，他才能说：“哎呀，我犯恒以利也不受后有啊。”啊，才他才才才出了三界。所以这出三界是那么容易事儿啊？不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十念者众，你看。 把三界作为三界是，我们就可以想象三界是一个大球，是一个密封的一个大球。这里面呢，每一个一个众生的罪业啊，就是尽虚空变法界不能容受的。这无量无边三界众生的罪业，一个大球放在天平一边，这边呢就是一个小小名号，这边一个小小名号，六字名号，哪个重啊？六字名号，马上这六字名号这边就啪就消掉了，就化掉了，没有了，失念者重。 大家看，哎呀，我这么多罪业，你这就是写六个字儿，这六个字给你压的，然后马上就你这这六个字上一放，啪一跳，因为它是天平啊，一弹，嘟，噔，回到这边来，所以十念者众，众者先迁，所以十念先迁，十念先迁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这个世界啊，我们遭了很多罪业，那么呢，因果报应的道理呢，哪个重就迁到去哪里轮回，啊，迁到去哪一道？ 那现在十念者中，十念就先迁迁我们，迁到净土。只要迁到净土，那怎么讲呢？胎卵是生原，原自高义；业系长为，从此永断，对不对？那你到了净土了，迁到净土来了，啊，这个业系长为是永远断绝了。所以十念先迁，你放心啊，只要念阿弥陀佛了。 阿弥陀佛，他是第一，他把你牵到净土去。所以我们看啊，台、呃、长大师呢，对这十念的解释、啊，他语言都很短，只有把这话放在这地方，就反复的念啊，你就能增加啊无上的信心。下面看第十一月啊，第十八月呢，我们都说了，这是指。 无轮转故，所谓得素。这第十八页主要让我们从三界啊，免出三界轮转之事。啊。这第一第一素，第二素呢？愿言：是我得佛国中人天不住正定具，必知灭度者不取正觉。这是引用愿文。接下来呢是解释，就总结解释。缘佛愿力故住住正定具，住正定具故必知灭度，无助回复之难，所以得素二正也。话多么简单干脆哈！ 拿出来这是，这是这是白纸黑字啊，这是如来经言，这是第二个证明。那么引用的愿文当中呢，也多一个字不注正定句。前面说若不得生者，啊，这里也是让我们了解，因为呢原原来的愿文是是定句，定句也有正定句，也有邪定句，怕大家误会啊，这个让我们看得更清楚。 另外，因为在开篇也是说呢，正佛愿力，但以信佛因缘，正佛愿力，变得往生，即入大圣正定之句。所以这样比较完整的词，让大家不至于误会，就是祖师的悲心。缘佛愿力故，缘呢这个字也就是称的意思啊，呃，它是个动词，名词做动词用。缘佛愿力故，如果读了就是以阿弥陀佛愿力。 为增长缘之故，或以称阿弥陀愿力之故，语音改为“称字就非常简单好懂。往生净土呢，注意镇定之具，注镇定之具，必知灭度，必知灭度。灭度呢，就是这里的灭度啊，就是大涅槃啊，就是佛果成成佛叫灭度，灭除一切的烦恼啊，这个变异变异生死啊啊也分段生死，变异生死度度月啊度月。 无诸回复之难，回复呢是水旋流之貌，就是到了净土之后，这是讲呢没有第七地成功之难。如果有第七地成功呢，就好像你呃这个新的法水要流入大海，结果在中间呢，哎，盘旋不进，要回复旋流回复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时间就久了就快了就就就挡住了。所以第一就是让我们从三界出去，第二呢。 是直接的到了净土镇定句然后呢，直接就奔着灭度就去了。这中间啊没有障碍啊，这叫做呢必之灭度。这里有一条愿呢，就两件事一个,驻镇定一个是住、啊、镇定句一个是必至必至灭度啊。助镇定句就是不退转，必之灭度呢就成佛。在我们净土门里面，这个不退转跟成佛啊，几乎是就说是呃说相不同，但是呢，它的所指意义是一样的。 不退转是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不退转本身就讲的反面讲就是必定成佛啊，不是讲其他的意思。那么上面在这方面呢，呃，核心讲记里面讲的比较多，大家回去可以看。我这边啊，我是简单先介绍不正定句这个词。正定句呢，就是不退转，可以分为圣道门和净土门来说明。圣道门的不退转也有种种说法，那么通途所讲就是三不退。 呃，像弥陀二姐呢，就说到了三不退，哪三不退呢？位不退，位不退就是不堕入凡位，说他就是成为圣人，不会退退位凡夫。行不退呢，不从大乘行退位二乘，行就是大乘菩萨道，菩萨行，他不会退下来说，说我我我做凡夫吧，啊、哦，我做二乘，做阿罗汉不会的。那么念不退呢，就是心心念念之间，直接奔着成佛的目标直接去了，这叫念不退。 那么这三不退啊，根据圣道法门那边教典，比如天台宗《藏通别圆》他呢，它按照每一位不退都有详细的说明。呃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呢，上人那边解释的比较清楚，你们去看。净土法门的不退就唯一一个不退，什么不退呢？吊着佛果，说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直接从佛果那地方讲不退的，超越圣道门的三不退。因为圣道法门的三不退啊，它都是从印象果的。 属于阴位的不退啊，从因向果，所以它有分三种：有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。后后胜于前前，位不退啊、呃，这个行不退胜于位不退，那么念不退呢是格最高的，有超过的行不退。它因为是从因向果的，所以后面它就跟前面比啊，超过。比如说我们到达到达一个目的地，哎呀，这路很远，一千里路，一千里路你走到八百里路说，说哎呀不退了，我肯定可以到，或者到九百里。 然后再到九百五十里，那你不是九百里超过八百里，九百五十里超过九百里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说前面的后面。咱现在不一样，咱们现在讲的不退啊，是指奔到一个最高的目标，哎、嗯，从果位上，从佛果上不退下来。因为净土法门是果地法门，我想将来很可能我要讲一本，讲讲讲一个碟片叫果地法门。这果地法门啊，特别给人信心。你所有因为这个词大家都能认识，谁一讲到净土法门、果地法门都能认识。那么到底果地法门什么样的殊胜？ 优越长处，它不可以因地法门来说的。比如讲不退转，它是果地不退转；，不是讲一生不处，它是果地来的一生不处，它跟你不一样的，它跟你从因向果的一生不处是不一样的，从因向果的不退转，跟你从果向因的不退转，那是不一样的。那怎么不一样呢？啊，这里打了比喻嘛，比如说攀岩，你自己要靠自己的手脚攀到这个岩顶，这个岩非常陡，非常的险峻，非常的高。 那么你要攀在岩顶上去，你要到达某个位置啊，好好说是不退，再到达某个位置不退，这是靠自力的，那非常辛苦，非常艰难，你必须到达那个后边翻上去，前面如果很陡，到了前面后后面是平的地方那你说，哦，我登到这个地方来，前面没有险阻了，我这就是不退了，我可以到顶上去了，不然的话随时都可以掉下来啊，都有可能退退下来，对不对？很凶险的地方。那么反反过来，这就是你靠自力，如果靠佛力呢？ 有人在岩顶上给你放一个吊篮放下来，是不是？然后放了一个滑轮然后你坐你坐这个吊篮上面，那你不就不推了吗？那你不推什么不推，就是以岩顶那个那个地方为不推的。现在就是所谓的电缆车。那么你在任何一个位置，就是哪怕你在山谷脚下，或者在那个悬崖半空当中，你在任何一个那个点，你比如说这个悬崖，假如说五百米。 你在下面五百米，你在四百九十九米，你在四百九十八米、九十七米、九十六米，任何一个位置，是不是都是不退啊？所以在任何一个点上都是不退的，在任何一个时间你都是不退的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不退呢，从我们下下品乃至地狱的众生，一直到佛果，这个所有这这里面的位置上，任何一个点上，我们都是不退的。那么圣道法门不可能的，你在凡夫位置怎么能讲不退转呢？ 你要达到位不退，你至少圣人，就是位不退。那么你要达到这个行不退，你就必须是呃，中无生法忍。你要念不退，你必须要达到初地以上。那你不然你怎么能够不退转呢？你必须到这个位置才能打不退转。但是净土法门，但是从古向因，他这个六字名号的吊篮，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骨啪就给你了，你往里一装，那你不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现在虽然凡夫，罪业深重的凡夫，以我们现在这个状态，你就是镇定聚。 不退转的大菩萨，这就是说，虽然是毫无修行、无德无能，但是呢，不妨害你这个名称，叫什么正定具菩萨，不退转啊，不得了啊，真是。所以净土法门大概是从果向因，他是从唯有一种不退，他没有讲三种不退的，因为靠自己修行才说啊位、呃、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。净土法门他不谈这些，就是不从佛果退下来啊。净土法门不退呢，他一个成佛是。 那就是内涵是一致的，就像我们做这个吊篮，给你到顶上，那就是刹那之间的事儿啊。坐上吊篮了，就要到顶上去了。有我们去登山啊，坐电缆车。你坐电缆车的人，你不就到到到山顶上吗？这不是一个概念吗？说哎呀，我到像黄山哈，到白鹅岭，我坐云谷隧道。 做云谷隧道呢，那不就在白鹅岭见吗？就是上白鹅岭啊，就是到那个地方。所以，我们这个不退转就是成佛。没有圣道法门的次第，圣道法门它有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这样的次第，咱们这个没有次第，哗就上去了，而且同时可以显现一切位。就像刚才讲的，我们比如五百米的岩顶，你在任何位置上都是不退转。 就这个就无没办法说了，你还讲什么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，通通取消这些名词。这些名词来到净土门里边都用不上，没办法用。任何位，在凡夫位也是不退，在地狱也是不退，在三个道也是不退。啊、呃，标准佛的目标啊，所以你像圣道法，我们讲施住啊、施行、啊、施相、啊、施地、啊啊啊啊啊啊啊、这些啊，在净土门里面不谈这些，超越常伦诸地之行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啊，这就是超越。 所以未必都是不退啊，圣道法门不退呢，从印象果，经过未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，然后呢往佛的目标奔。净土法门不退呢，是从佛从果向因，佛首先把佛果给你，那、no, 失地也行。他如果说起来，从上往下降，从实地降啊、呃，降失相，然后失住、失行、失性，到外凡复位，到薄地凡夫啊、呃，到三合道众生，一直直,直,直降下来。 然后呢，你趁上这个十念念佛，趁十念往生，这是直接越这一切层次，所以超越四十四十一品阶位，直接奔无上佛果，破了一切阶次，这就是净土法门的不退转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午呢就到这里。